老师你好。嘿。我从来讨厌油啊肉哦。啊，从头一个月啊，啊，主要比较臭。啊，另外土哦，伊看咱较无个团体结构啊，啊，种物件敢无种，过年就要种诶。老师，你听得懂吗？那无啥有作些啥？伊讲伊吼喷油啊了，伊个团体结构好像就丧失了。啊，有没有会不会有影响？因为讲见个要种，嘿。哦。团体结构无去，喷油啊，干会造成这种问题。草油啊，草油啊。伊讲伊草油啊，伊是喷草油啊。你也可能迄个药用较重啊，黏黏体用较济。你黏体，你敢有用黏体，温先生？有啊有啊。哦，有有用黏体。有。我都老甘咪，阮土，迄土壤咧无，啊，当无团体结构啊。未倒烧啊。未倒烧。对啦。来，咱等者随回答哈。他马上跟你回答哈。好，拜拜。来，老师来。这可能哈，有可能因为咱这个，因为我一直在怀疑的，讲可能转较重了哈，所以咱确定一下哈。因为你啊，纯粹正常在用草药的时阵啊，无什么款的解决问题。但是有时啊，吼，咱空闲嘛吼，比如讲咱闲无什么物件，啊，无什么物件时阵，咱转草药啊，吼，要转国杀草啦，转什么？因为这较无像这个加林赛吼，加林赛咧咧，李春一种较食力嘛吼，所以咱通常啊，转后边啊，转了了面，若要种，其实影响无真大啊。但是你若是迄个李春是这类的这物件，你甲转吼，伊伫土骹若是有条咧，差不多拢爱休吼，爱浪差不多几个月过，因为伊转了嘛，无可能随死嘛。所以咱连浪一段时间了，咱较种啊，为着要让伊的这个效果较好吼，转药啊，这效果较好。那么要转药啊，效果要好，所以咱有一个做法吼，什么款的做法，咱当然会南黏体，啊南黏体伊草药效果较好啊，所以黏体阁无贵吼，所以咱改用，啊用较重呢，伊就就容易出现着这个，伊并讲你那是啊用的即个有即个有即黏体的即部分呢，有可能吼对，土壤的一个即个管理结构会变较歹啦吼，即有时啊会。会有这种情况，但是这是可逆的吼，这种物件应该别讲足严重的较对吼。但是你那是诶较担心啦吼，那么你就是这个诶，你个下一顺啊，这个益根宝一分地大概就是1.5升哈，那也当然去改善掉这个团粒结构的这个问题，就较别讲你诶低你过多诶，或你害你过多诶，这担心吼，这通常是安尼啦吼，所以这互你小做者参考吼，所以。一般那是伊迄可能是较面的迄个所在，因为咱转草药啊吼，影响拢伫较面的迄个所在。啊，较面的迄个所在吼，伊也是佫无微生物去破坏它，所以伊起来就安尼啊，较食力啦吼。所以这一般是无啥要紧吼，残胖胖的了，是讲你转这个金草籽的，你讲无啦，我不会胖啊，我转金草，我转迄金草籽的对啊。啊，转金草籽的了，我连咪要种，啊，连咪要种，伊个土那感觉较袂倒烧，你不要紧，你等你种落了，你甲灌这个益根宝就好。所以这唔免过多的这担心，吼，啊，就是讲会当安尼来做这这处理，吼。啊，那阵讲无随便种，吼，咱这个有这个过滤，你甲胖胖的，吼，胖胖的就好去啊。这一般是安尼，啊，那袂好，咱等到真变讲胖胖的了，佮感官拄只讲的这种情形。那么咱需要用益根宝迄阵，它过来用啦吼，这是一个这个纯植物的一个这个成分哈，植物加矿物哈。那么也当增加土壤的一个这个团粒结构哈，所以真侪好朋友真爱用哈。这一讲也买个时阵，哎，他搁底下咧讲，哇，这袂歹了，这感觉真好哈。啊，用到呢，这个效果不错哈，安怎？哎，这真好哈，我感觉。这是咱真济个朋友吼，也是对咱啊拢真认同。伊讲吼，好佳哉有找这个物件啊，无也歹种安尼吼。其实咱是上好莫去拄着，有时啊就是这种感觉。我拢咱拢是希望讲，种植就是讲会当安尼顺顺啊种是上好啊。但是这个世间啊，从无遐尼啊简单啦吼，所以去拄着咱的这个困难吼会比较多啊。无要紧啦吼，这种是。
一一年来改这个克服，所以就好朋友你小做这参考哈。啊，利用这一根包几分的，几分的哦，差不多的这个啊 1.5 升哦，这好个呢的相当的一个这个好用哈。啊，你要讲我加用一束了，大概差不多两粒哦。啊，你也当分两遍用哦，这个效果呢还会更好。就提供，好，咱好朋友你小做这了解哈。嗯哼，好。